校长的双人展。我记得六年前刚好也是这个时候，杨校长跟苏老师在这里举办双人展。那这六年来，其实这六年来的时间说短不短，说长也不长，但是两位画家老师一直很努力的在创作。那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欣赏他们的画作。那待会我会请他们两位来阐述自己的创作内容。那首先，我要先介绍我们的贵宾。那第一位，欢迎我们台南市文化中心的家长沈世慈鼓掌，欢迎你，是年轻有为的一位长官。那再来是谢先佩校长，欢迎。台南县国际兰香交流协会会长罗随珍女士，前会长赵绿海女士，还有会姐们，今天有很多位校长也来到此地哦。那我介绍一下80期校长班同学赖庆卫校长，刘信清校长，吴正佳校长，陈荣源校长，谢水前校长，还有台南二中杨丽云老师，欢迎徐新安老师，欢迎。然后，今天也来了很多我们画会的会长啊。首先我们欢迎春天画会黄宗义会长，还有悠游画会黄雅梅会长，还有我们钟楼里社区才艺班的会友们，请大家挥挥手。那另外因为还有悠游画会。对，我正要介绍。我们悠游画会今天很捧场哦，其实不止会长来了，还有我们前几届的会长几乎都是在这里的。那我介绍一下林响郎老师、梁香老师、梁春华老师、陈美柱老师，还有陈淑珠老师、王俊夫老师，还有那个谢秋兰老师，欢迎你们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彭琼英老师。我这前这几位几乎都是会长，前会长。然后还有我们春天画会，因为校长跟苏老师都是春天画会的会员，所以在场也有很多位春天的老师们，请大家挥挥手，欢迎。那在我请两位老师来介绍他们作品之前，我想先请我们的贵宾来致辞。那第一位，我们就请最年轻的悠游画会会长黄雅梅致辞。